目前了解最序列的是80第五联队的单人座 X 人称第二排。校在美术山区训练之后，军方立刻启动了空中跟地面的救援程序。失灵的正飞官谢明，空军也正在做。大概就是一点多，好的，在光点上消失，在北部山区，不是机动，就是军备范围在这里。那我们现在是成立这个救援小组，空中的 X 人已经先过去搜救了，地面那个救援的搜救程序都已经启动，后续的相关信息我们正在搜证。